iTalkBB 家居电话，既可以全国任打，送国际长途，仲提供中国、香港、台湾电话号码。当地嘅亲友只需要打你呢啲电话号码，就可以揾到身在加拿大嘅你啦。 三姨妈，你喺广州，长途电话费咁贵，你都仲打过嚟？我好醒噶嘛，有你个中国号码950，打俾你唔使俾长途，方便咧。方便，你系咪想问我要咩手信咧？我 check 你有冇拉我睇住间屋咋？我今晚约咗人打牌啊，唔得闲啦，你讲啦，拜拜。1月21号 iTalkBB 专门店财神派利是，约定你啦。